把它哈，我觉得这儿保护起来哈，跟搁在仓库里是不一样的。仓库里哈，我觉得好像跟人一样，它没有生命了。你这儿给它传承下去呢，就是赋予它第二次生命。 我觉得龙哈也代表中国，也代表中国人。我们这两条龙哈是世界上最长的雌龙，我呢是属鸡的，它是龙。我觉得龙凤呢应该是呈祥，应该给人类啊带来平安，带来快乐。啊。 中国的古代瓷器到现在瓷器基本都在这仓库了，包含中国这几千年的文化历史。挺有个性，而且我觉得它体现这个房子建筑者的那种独特的才思。我非常喜欢这种风格。 我觉得存了这么多年哈，哎呀，也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一样，到一定时候，我觉得包括这房子，包括这些瓷器，并不属于，我个人的，更不属于，我觉得属于人类的。